这个视频是一位游子回来居銮打高尔夫球的分享。踏上球场，心潮澎湃，惊叹故乡的球场风景竟然是如此优美。居銮市的高尔夫球场依山而建，地形高低不平，使球道融入了大自然的韵律。在球场的边缘，郁郁葱葱的大树间隔出一片宜人的绿色，为球场增添了一份清新的氛围。站在球场的开始点，远眺南巴山巍峨的身影，仿佛与云海相拥，勾勒出一幅梦幻般的画面。清晨，当太阳初升，金色的阳光洒在球场上，映照出山脚下的南巴山，展现出如诗如画的美丽景色。这时开球的瞬间，仿佛置身仙境，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风轻轻吹过，树叶在微风中欢快地摇曳，为球场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色彩。哎，怎么会走其他枪呢？哎，你瞄左边的，踢右边去。啊，这里怎么叫做？放过去，这个东西带你的手啊，就是女生带啊。哦，是。沿着球道前行，球手能够欣赏到地势起伏的变化，时而挑战性的高低差，时而柔美的起伏，使得球局更具挑战性。而在每个洞的开球点，都能俯瞰到居銮市的美丽风光，仿佛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挑战自我。在这片高尔夫球场上，我觉得每一杆挥动都如同弹奏，一曲和谐的交响乐，我的那四个仿佛在与自然和谐共舞。还好啦，有三几个洞，然后不挑一下。这边，我今天开局还好啊，开局不错。
相信哦，这个球场那里很美哦，那个最好看。对哦，很漂亮哦，真的是很漂亮。这个依山而建的高尔夫球场，不仅是球手们挥杆的乐园，更是大自然赋予的一处美丽仙境。It is a firewood. Firewood, firewood. 这里有一个小湖，兰巴山静静倒映在这个小湖泊中，勾勒出一幅非常宁静而祥和的画面。在我镜头下，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这个高尔夫球场的设计巧妙地融入了山水地貌，让每一位球手都能够在挥杆的同时领略到居完市这个淳朴小镇的高尔夫球场的独特之美。再飞飞就好了吧。我回乡录制这个居銮的瑰宝球场到此结束，谢谢收看，我是秋秋，欢迎订阅和支持我的频道。